哎呀，这这能不能有声音？不知道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冰凌城下。今天上午啊，刚刚一起床啊，陈杰啊就打电话，他把他这个奶茶车呀、啊、开到我们家的饭店门口来充电。一是充电哈、啊，二是看看这个位置啊有没有生意可做，因为今天天气啊还是比较冷的，昨天温度好零上，今天呢又是零下一度，所以说在这儿看一看，还能在这儿充电，还能打扫一下车内的卫生。老板，给我做十杯奶茶。给你做十杯奶茶呀、啊？老板在这儿扫码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先把码扫了。老板在哪儿？老板出来了。老板上屋啊，头拖布，准备把车收拾收拾。走，斌哥带你们先上里面看一看啊，看看他这个改装版的奶茶车里面都装备了哪些东西。走。不错呀。看着还可以啊。行。这个以前是理发车那个理发椅。那么现在改装完了，这个呢应该就是咖啡机啊，这个是什么装备咱也不知道，这还有，哎呀，这些小装备啊，我看也不少费用。然后这边呢应该是装奶茶的，这个是封口机，这些设备，这玩意儿还有这个呢，没少投资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冰箱，哎呀，这一天，行啊，行 ，Hello， 看看帮他整一整吧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珍珠，这就是珍珠。4000多的咖啡机，暂时也动报废了。嘿嘿嘿，去年才买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这咖啡粉。咖啡机是不好使了，奶茶好使是不是？奶茶还有那个果糖机都好使。这啥呀？啊，刨冰机。家家呀都要面对生活。陈杰呀，去年是10月1啊把这台车改装好的，准备卖奶茶。然后呢也就是为了更好的改善一下这个自己的生活质量吧，提高一些收入。那么由于去年呢口罩的影响哈，这车改完了，那基本上啊就没怎么出去。然后这今年过了一工吧，丁哥今天陪了他一天，说的这个咖啡机咱们冲杯咖啡喝吧，这咖啡机还冻坏了，4000多买的，现在还不知道上哪去修，哎呀也真的是麻烦。好在呀现在还是奶茶呀，还有什么果茶都可以用，还挺好。总是有能用的，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哈，我们也是要迎刃而解，微笑着去面对。今天呢我俩在这个我们家这个老店门口啊支个摊儿，看看有没有生意上门，因为斌哥家这个店旁边就是一个市场嘛，一般呢是4点钟左右啊就会有很多附近的这个居民呢去买菜，也有很多学生。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哈，家人们跟着斌哥的视频看看，我们的摆摊一天能卖几杯奶茶。这就是啊，这就是奶茶吗？哇，挺先进的这玩意儿，自动化设备呀，这是。哎呀，一杯热饮奶茶。好，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第一个开张还是个白活，没给钱。哎，多等吧，看看摆摊能怎么样。今天的饭店呢晚上是特别的忙，楼上楼下呀差不多属于爆满状态，
看看这个大门红的地方啊，全都是有座。唯一难受的就是啊，我那好哥们陈杰呀、啊，在门口。今天我们哥俩呀、啊，忙了一天呢，现在是晚上的八点，一杯奶茶都没卖出去。那么一会儿啊，忙过这一段时间呢，斌哥呀、啊，炒两个小菜，招待一下我这个好兄弟，让他呀也别上火。也搁谁呀、啊，反正也得想一想，这一天一杯茶都没卖出去，也挺难受的。反正出来一天了，毕竟。那你坐这干啥呀？给我们都饿坏了，饭店呢还没有地方，幸亏有房车，弄了几道菜啊，我们在房车内小酌一口啊。这大哥一天零蛋，一杯奶茶没卖出去。这选址不行呗？你这样，你明天让涛哥给你选个址，这是咱家这个知识分子戴眼镜的，涛哥给你定个地方。这小菜也挺丰盛哈、啊。哎呀，行啊，抬楼吧。哎，时间呢，都在这个点了。哎呀，这谁呀？这都是谁呀？哎呀，这都谁呀？我看看，这家伙，这又是谁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小黄，你还敢咬？快，这又是谁？快，壮壮，哎，壮壮，快来。哎，哎，咋的？看我们今天没回家呀？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大宝，这俩大宝，黄。好了，黄就会卧倒，动不动就卧倒。黄想我们了是不是？黄，哎呀，就搁这蹲着等着呀。哎呦我天啊！好了，黄别说，好了，我们也得办事啊，那我们也不能成天在山上陪你们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不出去工作，谁给你们买狗粮啊？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行了。哎呀，壮壮。壮壮，行了，哎呀，哎呦我天，哎呀，这滚儿，哎呀，起来吧，地下凉，好了，黄，起来，黄，起来，地下凉，娘，哎呀妈，来，过来，哎，回来，去吧，那壮壮去了，跟我见完找你爹去，哎呀，还得找我是不是？哎呀妈，好了，黄了，行了。行了，好了，黄，好了，哎呀，厉害，呀，吓着你了，格子我呀，你说这小体格子，今儿黄哥要好好收拾收拾，可漂亮一个小狗了，你看，到时候长得这长出来了，好了，黄，行了，起来，黄，地下凉。